的朋友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开示不敢当，把一些学佛的心得跟大家分享。刚才在车上，会长问我说：“出家多久了？”这个一问呢，我就很不好意思。我是73年出家，77年受戒的。虽然有这个时间蛮长的，可是没有什么成就，对佛法了解的也很少，修正的也很浅，所以在以前在其他的道场跟人家共修，后来自己出来在精舍里面自己自修，都是一个过程。有时候想一想，自己也不过是随波逐流的一个凡夫啊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供养大家的。那么走了这些过程以后，对我现在而言，大概只求安心吧。我们中国里面讲说，心安理得，这两个概念是互通的。你心安，然后理得，理得心安，这个是互通的。你心能够安，至少在某些情况上，自己在思想上很多东西，你总是要先想得通吧。你至少某一部分的理，你自己要认同啊，不然你自己都不认同，你怎么能够安心的活下去、做下去呢？那相对的，有一些道理你想通的，有一些道理你知道了，你认定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你也才能够安心的生活。那么无论是读经典，无论是了解道理，无论是禅修、念佛、拜忏，或者是人世间行善做事等等，就是一个心安。达摩祖师来中国，那他要找一个不迷惑的人。我们人世间所有的人，因为我们人做人的因缘，我们是透过感官觉知，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来接触外界的世界，我们都受以这个六根的限制去了解，没办法离开你的六根去了解，没有办法，一定是透过六根去了解。那也因为这样也受到六根的限制，那六根的限制之后，我们很容易看到的是表象，听到的是表象，感觉到的都是表象，至于它里面的内涵、意义、本质，我们真的了解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起来，哎，好像是这个样子，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可是想一想，又觉得有一些不妥。那个不妥就是不安心。人世间我们所做所过、所做所说的等等，事后我们问我们自己，
我们都安心吗？甚至在做的当下，我们都安心吗？如果有心中有所不安，表示我们还是一个迷惑的人，也就是说，不是达摩祖师要找的人呐、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他很典型的故事就是他跟梁武帝见面。那见了面以后，话不投机，因为他问的是说我这个造事啊、度生啊，甚至到寺庙舍身为奴啊，那有没有什么功德？但我祖师说没有功德，因为这只是福德。你做这些善事，累积的一些善言、一些福德，因为对你的菩提自性并没有提升。功是功能，德你是得到，你了解一个事物的本身的功能、本身的本质，你得到的那一个本质之后，那么你才能够照着去应用。人从很早很早以前，在石器时代，人看到鸟在飞就想飞，可是飞得起来吗？飞不起来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地心引力，不了解空气的动力，不了解这些材料等等，这些物理我们不懂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应用，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的功能，这些东西它的功能。所以光是想飞一样没办法飞，等到我们人类的知识不断的进步之后，哎，了解这些了，我们可以坐飞机，可以坐直升机，可以这个滑翔翼，可以降落伞等等，虽然不是像经典里面描述像天人可以在空中立，可以真的那种靠本身，但至少我们借用的这些工具可以飞，我们了解的一些功能。那么修行所谓的菩提自性，我们心、我们生命的本质，它的功能是什么？我们不了解。那么如果不了解的话，我们也只不过是在外面，你做好事或是做这个修行，有时候讲起来就是像我们穿衣服一样，穿一只好看的衣服看起来好看，如此而已。衣服可以换来换去，可是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如果不健康，穿漂亮的衣服有用吗？那么后来这个遇到了，他就因为话不投机，他就离开了。后来这个弟子就跟达摩祖师请法，他说：“我心不安，那么请师为我安心。”他说：“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”他说：“弟子说我心找不到。”他说：“我替你安好心了。”这个故事也是很典型。那么这个故事所点名的就是说，我们要去找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的真心是什么？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真心是什么？我们组成一个家庭，我们主持一个家庭的真心是什么？我们到一个道场里面去修行，一个道场的来道场修行的真心是什么？我们在一个工作场所去工作，我们工作的真心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真心，我们的心
没有办法安。你在这个道场里面，我说我来念佛，有时候只是打发一些寂寞，消耗一些无聊，甚至有些人我是打发一些时间而已，或是说随着家人就这样度了一天。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为什么真正来做这些，然后我们的心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们纵然在道场里面，哎，我们做到酸了，我们的心思不在佛号上了，我们心思只在腿痛啊，赶快结束啊，好烦啊，好这个，赶快，师父怎么还不敲引磬？心思就在那个上面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在工作上，只要我们不了解我们工作的真心是什么，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做事不顺，看到这个不如意的人，不如意的事，我们很容易心就起烦躁，然后放弃，想要逃避，想要躲避。那家庭更是如此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，将心来，把你的心拿来。心当然它不是一个说我们心脏的心，说我或者是我们的大脑，指的是我们的一种心思，我们的一种看不到摸不着切实存在的，那它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体会。可是这些东西，因为我刚才讲说，我们人透过感官觉知，我们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在了解的，所以我们受以这样的影响。当你去了解一个无形无相的心的时候，变成有时候无从了解起，所以我们拥有心，却最不了解心。不是庐山真面目，只言身在此山中。因为我们在心上，所以看不清楚心。我们说要反观自省，把自己的心力往回里面照。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以心印心，当然这个话有很多的解释，包括呢说啊，这个老师呢因为已经觉悟了，然后帮弟子印壳，看他有没有觉悟，帮他证明。另外呢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让自己的心来印证自己。有时候刚才讲说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，那也可以说人最了解的也是自己。刚才我们在放生，那么在庄子里面有一段话跟这个对话，慧师呢他说，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一个说看鱼，然后鱼呢就是说他鱼呢是痛苦或是快乐，那另外一个人说你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与痛苦？然后他又辩解说，你既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痛苦与快乐？但这个都是言语上的辩解，但是我们静下来问自己，我们常讲说我的痛苦你是没有办法了解，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在亲的人，纵然他跟你说我感同身受，感同身受只是感觉跟你感觉的一样，但真的一样吗？不可能。你的感觉别人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了解，纵然相同的遭遇也没办法。
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，每一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。这边一盆花，叫大家拿一张纸来画，没有一个人画出来的会是一样的。同样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的感觉也都是不同的。所以你要去了解自己的心，也只有自己才有办法真正了解自己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肯不肯真正了解自己？八十八佛大忏悔文里面有一个说，教记一切功德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三藐三菩提是梵语，现在翻译过来就是说无上正等正觉。这句话呢，我用白话文讲呢，就是说我彻彻底底的觉悟、觉察，知道自己的生命本质。佛陀做到了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所以它不是很难，但是如果不肯做就很难。我们能不能越过那一条自己隔离的那个线，真正去面对自己的真心？人，我们如果静下来，我们是很敏感的，一点点感觉你都可以很清楚。你们念佛眼睛闭起来，一声一声在念，事实上你们都有心静下，你们可以感觉到说，哇，这个气从肚子出来，经过喉咙，经过你嘴型，转变成什么音，那一个过程你是自己可以感觉很清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嘛，所有一切的证据都是那么明显的存在嘛。同样你的心，因为听到这个佛号安心，因为听到这个佛号自己合不上烦恼，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也是清清楚楚的嘛，因为它正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心上嘛。同样的，我们跟人对话，那一些话影响我们的心，影响我们的感觉，我们自己都很清楚啊。那相对的，我们在人世间相处，人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清醒，知道自己的心，有一些人家讲那些话会造成你痛苦的，你这样讲，我们说同理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所以我们不用那样的话去对待别人。我们不杀生，相对的，我们也不希望被杀。我们不希望说谎言，我们不希望被人家的谎言所欺骗呢。很多东西都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的。所以由自己了解自己的真心，然后去体会别人可能的想法，那基于一个同理的心，大家尽量的去体谅别人，尊重别人，让大家的共处能够更和谐。所以从了解自己的真心，到发出我们身口意的行为跟外界互动，所有的根源都在我们的心。所以心是一切的本源，而这个心，佛教所讲的真心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觉，就是觉啊，这个字是印度话翻译过来就是觉，觉醒。我们一般凡夫的觉醒就是感觉而已，
我们喝冷水，我们感觉到冷；喝热水，感觉到热。这个有冷气，感觉到冷；到外面去太阳晒，感觉到热。我们只是这个感觉。这表面受制于感官觉知，受制于我们这个身体，受制于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这些。那么更深一层的，我们如果去体会，像我们，哎，就会有一种比较。原来你在很冷的地方，然后到一个外面晒一晒太阳，觉得很温暖。在很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，哎，你感觉到很清凉。那么从单一的感觉到比较的感觉，哎，复杂了。复杂了以后呢，我们人就随着它在移动。冷的太久，我们想一点温暖；热的太久，我们想一点冷。那么就在这边变动。但是变动以后，在这变动中，我们来来去去，可能自己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了。但这个鼻翼冷跟热，这个是很容易感觉。但复杂一点的，到人际关系，到这个感情上的互动，就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听一些年轻的朋友在讲啊，他怕对方不够爱他，所以希望对方爱他多一点。可是爱他多一点的时候呢，他又觉得不能呼吸，快要被窒息了。多跟少怎么去说呢？当你在外面受冷落的时候，你希望对方爱你多一点。当你觉得自己觉得好像被很多的关怀压住的时候，你希望他能够给你一些空间，啊，这个就变成很复杂，尤其感情，因为感情是里面是包含很多重的。那如果在这一层，我们不能看破，从单纯的感觉到相对的这种比较复杂的感觉，在这里面。左右移动，自己不了解自己的真心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上面就迷失掉了。所以在这个上面要有所觉悟，既然是两言的这个对立的存在，那么它的关系就不是固定的，就不是固定的，所以你就不要去渴望期望心中有成见要固定。我常常听到夫妻吵架的人常常讲的一句话，他已经不像以前一样了。我常常就反问他们，他怎么可能跟以前一样？时间不断的在推进啊。孔子站在这个水上，这个河流上面说：“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。”这个水流在河不断的流，它日夜都不停的流。我们的生命之流，我们的生命也像一个河水一样，不断的在流动。它怎么可能保持在原来的位置、原来的样子？所以。诸行无常，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没有永久性，都没有长久性。这是一个对现实存在的一个客观描述。任何的宗教，任何的哲学家都不能否定的事实。可是因为我们的感觉，我们喜欢这种感觉，不喜欢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们会希望说美好的永远都停住，不好的赶快离开。我们心中有那样的一种想法，一种感觉上的取舍标准，我们把这一把尺固定在那个地方，常常拿这一把尺在量我们所处的世界，却忘记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现象不是永久的，
不是永恒的，它是变动的，它不可能都一个样子的。但是我们一发现外境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的情绪马上上来了，马上否定，马上贪着，来不及经过理性的思考。所以有时候冲口而出的就是伤人的话，做出来的就是让自己后悔的行为，但收不回来了。有时候做过以后，我们也很后悔啊。可是，我们又拉不下面子，所以我们的错误就这样循回。什么叫轮回？这个就开始在轮回，每一个错误的开始就是轮回。你不敢去面对，然后又继续掩饰，然后又继续犯错，不断的轮回，就永远没有改善的。所以更要了解这个真心。当了解这个真心，我们俩这个了解说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延伸延昧这个感觉现象它也是无常的。所以只有觉察这个能力，它是在那边的。可是觉察的内涵是变动的，冷热好坏苦乐美丑等等都是变动的，随着你所遇到的境遇而有所不同。所以当你的心显现快乐，显现痛苦，显现美好，显现丑陋，要提醒自己这不是固定的，这不是永久的。我常做一个比喻，天有晴天有阴天，但这是天气，不是天。我们的人有快乐跟痛苦，这个是情绪，这是心思，但不是心。天有阴天有晴天，但天本身没有晴天跟阴天，天的那只是天的表情而已，表情不是天，我们的心情也不是心。所以纵然我们有心情的出现，喜怒哀乐，但这个是情绪，不是心。自己的心只是那一个觉察，那个觉察的那个本质而已。你觉察到任何的现象的存在，如果我们能够永远保持这样的一个觉察，虽然我们也有喜怒哀乐，可是我们不一定要随着这个顺逆境界去起苦跟乐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运作的过程，我们保持那个心的本质觉察，只是觉察而已。你觉察乐，觉察苦，那个已经是后续的延伸的，那个是无常现象，不是那个心的本质。所以我刚才讲说，我们观察到诸行无常，那么至于哲学家可以后面的对无常的现象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解说，有人说啊，因为生命是无常的，所以我们要及时行乐。哎，生命这么短暂，不赶快享受怎么可以？不是浪费的吗？那也有人说啊，这个生命既然很短，我们要很珍惜，要好好来用功，这也是一种主张。那佛陀的主张是什么？因为他看到诸行无常以后，他了解的诸法无我，
在所有的无常生的现象中，是没有一个我可以去做主的。所以不要去期待用一个我去主宰这个世界，去主宰事情的发生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。从古至今，多少人求长命百岁，这个永远不老，可是耶稣现在的身体还在吗？不在了。释迦牟尼佛他的色身还在吗？不在了。孔子还在吗？不在了。老子还在吗？不在。这些都是世间的大圣人，他们的色身都不在了。所以我们就渴望一个永远不变的色身，可能吗？那只是幻想妄想。没有一个我，现在我不是说这个存在，这个我是我们产生对我的这个执着，我们把这个色身让我认为是我的，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是我的。但刚才我们讲说心情不是心，同样的，我人生的遭遇并不等于真正的我，那只是我的遭遇而已。那些遭遇就像穿衣服啊，我今天可以穿黑色的，明天穿红色的，后天穿绿色的，但是它不是我。如果我们不能够，如果我们都只是执着在我们的感觉、我们的想法，认为那个是真正的自己，然后想要做足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样，那么如果不顺我心的，我就生气，我就不高兴，那么一生的轮回是不会完的，生生世世的轮回是不会完的，因为这只有不断的造作，不断的造业，你不可能解脱，不可能真正的安心。只有认识的那一种妄想，不合乎以事实的主张的那一个妄想的我，把它看破看透，不再去执着那样的一个我，然后心真正的放下，真正的安心，才能够达到所谓的涅槃寂静。就是涅槃，就是所有痛苦的消除，称为涅槃。寂静就是不再有不安的心，不再动荡。从无常的现象，到了解我的生命在于这个所有的存在中，不能根据变动的外相去主张这样是我，那样是我，没有那样的我之后，把心放下，不去造作恶事，所以你不受痛苦，那个就是解脱，那个就是安心。那念佛呢？念佛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、啊？念念的佛身中，也是你前面念的一句跟你后面念的一句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！你这一支香念得很好，保证下一支香就念得很安心吗？不一定啊！所以，当你念这一支香念得很好的时候，你也不要骄傲；下一支香念得不好的时候，你也不要苦恼。把念得好跟念得不好都要把它看透，这里面没有一个我去主张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，我就是一心念佛，一心就是只有觉察的心在念佛，没有好坏，没有对错，没有怎么样，没有什么样的情绪，就是那个觉察的心，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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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至于这个阿弥陀佛声音无常的变动中，你的真这个觉察的心是不动的。
然后在念念中把自己的我执，主张这个样子，主张那个样子的那一个执着放下，这样你念念可以跟佛相应，因为你念念觉察，慢慢的，你很自然的对物质、对世间感官觉知的这种执着淡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体会到真味，你的放下是因为你在你的体验中那个真心，你去跟你的心真正的互动，你感觉到里面有一种安心，有一种安然，有一种自在。外在的这些物质，这些你自然不染着，所以你淡然，你心安定。那么这个是，无论是一般的这个修行，或者是我们静中的专门的修行，都离不开这样的原则。所以这个叫做法印，三法印，就像印章一样，我们可以证明说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正确的。好，那么我讲的部分就这样，那看大家有什么的问题，你们问的问题我不一定答得出来，答的也不一定能够让你们大家满意，因为我刚才讲我所知很有限，我体验也很浅，对你们的现实生活，我从小出家，我根本无从了解起，就顶多是看看书，听听人家抱怨给我听而已，但是听多了看多了，有时候也有下下人，也有上上智啊，有时候这个愚者千虑也有一得，那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么听了以后，大家认为说哎合理，你就听一听；不合理，你就把它摆到一边去，不用在意，因为没有谁是权威，真正的权威只有事实，只有真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着真理，跟着事实来学习的。好，大家请坐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止境的目的是什么？止境时做什么？需要观想吗？请法师开始。念佛，基本上都在动态。但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只有动态，有时候也有止的停止的时候，静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功课，这个修行法门，它的设计，从前面的香赞我供佛，然后呢我诵经听佛的教法，后来我赞叹佛，这些都在引发我们虔诚的心，然后跟这个佛陀的教法的相应。当我们这个心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进入一个佛号中，不用从很多的复杂归纳一个佛号的单纯，然后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去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依赖了这个佛号，跟随了这个佛号，好像都这样的可以这样下去的，忽然停止了，你的心在哪里？像我们平常天天生活啊，很 routine 的啊，早上起来吃饭、洗脸、吃饭、工作或是读书，中午吃饭，然后再工作或读书，晚餐工作，然后看看书，怎么睡觉？每天都是这样在转。听说呢，有的人工作习惯的人，忽然不工作，他很不适应。有些人一生都在工作的人，忽然没有工作，他说退休了以后更痛苦，
所以他又要去找一些工作来做。所以说轻浮也要有心来想才是真正的轻浮，不然轻浮就会变成无聊、折磨、痛苦。在一句佛号中，我们依赖惯了，忽然不给你依赖的时候，你自己能不能自己念下去？你自己能不能自己走下去？还是我依照这个佛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依赖，忽然没有佛号的依赖的时候，你心就茫然了。你知道，你那个，我看大家只要一不念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眼睛看来看去，动来动去的，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依赖惯了，我们习以为常，我们认定了就这样下去。忽然不这样的时候，你不适应。所以止境对每一个人来讲有不同的意义。有的人念得很累，止境哎休息一下；有的人依赖惯了佛号，现在止境检查一下自己的心，是不是可自己安心的走下去。有时候止境自己观察自己的心在佛号中是不是一致，没有间隔，动静之中没有间隔，心没有异动。不论是动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心，静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心，在动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心，能不能平常在动中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心安不安，可是一静下来不安的心就马上出现了。所以止境它有对每一个人来讲有不同的意义，但是在这个修行法门的设计上，有休息，有让自己观察自己的心，让自己体会这个在动静中的修持等等这些作用存在。那么止境的长短可以根据道场或者是我们同修大家修行的情况来定，喜欢静的可以止境安排长一点，喜欢动的可以安排这个念佛或是走路的比较长，可以随大家的情况来安排。像很多人学打坐的人都以为就只有坐，也不对。其实刚初学打坐的时候，大概是打坐的时间跟走路的时间是一半的，如果是走半个小时，他也打坐半个小时。然后慢慢心慢慢静下来的时候，坐的时间才延长，走的时间才减短，并不是不动的。所以这个生命中有动有静，我们的修行法门中也有有动有静，但是在动与静之间，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心安定，是我们的功课。好，绕佛的目的是什么？绕佛时需要观想吗？绕佛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坐的时候会痛啊，叫你起来走一走啊。走的时候脚会酸啊，叫你坐下来念一念啊。它调适你的身心，让你在这个念佛的法门上不因为身心上的不适起烦恼。至于要不要观想，就要看你修行的方法了。有些以观想修行的可以观想，有些纯粹以一声佛号念耳根圆通，他不需要，他就是一声佛号，我出口入耳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从这声音中忘掉一切的执着烦恼。所以这要看修行的方法。如果观想的人，他有观想这个佛号的字的，也有观想佛号形象的，
那要看个人，他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安心呢？佛经在佛灭度后200多年，才由阿育王倡导开始，有了正式的文字节集结。此时的集结多是小乘经典，大乘佛法是在佛灭度后500-600年才开始流行。很多人因此对佛法，尤其是大乘佛法产生怀疑，请问要如何为这些人释疑？佛陀讲说，我们这个要解脱，要智依止，法依止，莫依依依止。就是说，我们依靠自己，依靠真理，没有其他的依靠了。佛陀为什么成佛？佛陀是因为根据真理，他证悟了真理之后而成为佛陀的。科学家发明飞机，它是根据着物理而制造出来的。任何的一个科学家通过了这个物理，只要做的合乎这个物理，他都能够达到那个效果。我们家庭主妇每一个人都遵照电锅的煮法，该怎么洗米，该怎么放水，该怎么插电，该怎么按开关，都根据的这个规矩来操作，饭就会熟，对不对？同样的啊，佛也是因为了解生命的这个本质，然后根据的这个法来走，所以成佛了。大乘小乘，大乘是大车子，小乘是小车子，小车子可以坐4个人，大车子可以坐20个、30个，一个飞机可以，小飞机坐个10几个，大飞机坐了几百个，如此而已。至于说经典结集的时间，确实是如此。法，尤其思想的东西，它是存在我们人世间里面，是不可能不变的。从佛陀时代，我们称为原始佛教，或者是根本佛教。然后发展到部派佛教，有各种不同的主张，这个都还是小乘的，或者是南传的。后来呢，思想慢慢的跟大众接触了以后，有大乘的这种。那么大乘的崛起的时候，它并不是说我是另外新的崛起，而是说我是非恢复佛陀原来的情况。因为我们从经典里面看说，佛陀本来就是为，你看很多，为很多的社会说法，然后跟度很多的众生，他并不是离情所居在深山里面修行的。那么，但是我们如果要从历史上来说，没有办法否认，因为事实就是事实。大乘经典的崛起，在思想上，在道理上是一致的，但是里面的内容，坦白讲一句话，以我们人的层次，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这样的世间上发生的。比如说经典里面想到说灵鹫山百万人天，你们有没有到过印度灵鹫山去过的？有没有去过灵鹫山的？那个灵鹫山上面的台子大概就只有我们这个讲台这么大，那其他就是整个山。那百万人天在哪里？那是不同的。所以我在现在在看佛法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会讲说，从历史的观点或从宗教的观点，从历史的观点，我们事实求是，从文献、从文物上去考据，它确实在人类的历史所发生过的。那么宗教的观点，它就不同了。宗教的观点有时候是一种感觉，有时候是一种思想的共鸣，或者是
超越我们人存在的，我们说不同的次元中，但那个不是我们人以目前的能力跟程度来了解的。所以这方面呢，我都会跟人家讲，我保留，我不说对也不说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能力去肯定，也没有能力去否定。你很肯定的说没有吗？我不敢。你肯定的说绝对有吗？我不敢。因为以我的能力我做不到，所以我是在理上会通。我可以讲说依靠真理大乘的经典， 我们去会通那些道理，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。波类系统的大乘的最早期的经典，缘起性空有没有道理？因为世间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众多的条件组合而成的，因此里面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就是缘起性空这句话的白话文解释。这句话对不对？合不合乎事实？合乎。谁说的？对我来讲不重要，因为这句话是事实嘛。你说这个麦克风是单一的物质做成的吗？不是。这个麦克风要发生功能，只有这个麦克风没有电，没有这些的这个变音变频，它可以形成吗？不能。我没有嘴巴，你们没有耳朵，可以达到讲跟听吗？不能。那我们身体的结构，这些细胞，细胞里面的电子原子又更复杂，那这一切都是众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，而这些众多的因缘组合成都在变动中，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说它是空性，缘起性空，它只是描述一种客观的事实。在我们对客观事实的了解以后，让我们不再对这个世间、对这个生命产生错误的执着。这样的道理有错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去执着说是谁说，或者是哪一个年代记载的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。当然我现在的话大家不一定要认为说哦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。我刚才一直强调，我只是提供我的观点让大家做参考而已。那事实上确实在经典的发展过程中，从原始佛教口口相传到100年之后继承成文字，这里面多少有一些差距，根据学者的考据有不同的版本，然后到了发展大乘佛教又有更多的想象空间，甚至超越我们人能力所能了解的这种描述。那么这个都是事实，因为不能否认历史上从文献文物上确实是如此。我认为佛教徒不一定要为了维护说啊佛的面子，或者是说佛的尊严，或者是佛经的权威，就不敢去面对这个事实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是认为说历史上是如此，但宗教上的意义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么你去看它合不符，合不合乎道理，合不合乎事实。合乎事实的我们可以信，不合乎的我们可以先保留。我为什么说先保留？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能力所不及去了解的，不要马上否认，因为它流传了这么久，必然有它的价值存在。你马上否认，万一如果你自己错的呢？所以先保留，那么慢慢的去体验，慢慢的去体会，证明了一点，相信一点。这是我可以提供的参考的观点。